由黄百鸣监制，叶伟信导演及黄子桓编剧，投资1000万美金拍摄的青春魔幻电影《开心魔法》17日在香港举行记者会。记者探班拍摄现场时，遇到几位主演。武行出身的吴京虽然如今已是红星，但依旧坚持不用替身，亲自上阵。天气闷热的原因和动作要求严格的双重作用下，片场的吴京已经是汗流浃背，后背浸湿。三、二、一、上。佟掌柜的戏路越来越宽，除去闫妮擅长的喜剧，此次他还当起了吴京的武打老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我的武术是他教的，他的喜剧是我教的。